各位同心啊，我们现在开始上课哈。这节课是由我们郭博学郭俊守带来演讲哈，请大家也热烈掌声欢迎他。各位同心，大家好，大家晚安吼。今天我要讲的吼，就是法律台湾，台湾法律吼，这是唯一呢，会当救咱台湾的一条的路。是要讲真正的，咱汉文化教育有一个很厉害，就是讲拜祖先吼，祖先是一定要拜啊。不过呢，因这汉文化拢甲咱加讲哦，咱的祖先是中国那边来的，实际上呢，是毋是安尼吼？恁之前有上许多年的课，伊嘛有讲做些啥？咱来看哦，这就是五百姓的哦，伊走去中国拜皇帝，这皇讲真正这个皇帝。这实际上，人分析的这个皇帝是一个族群啊，不是一个人，是指以前哦，在5000年前的一个群组的对啊，从换民进党诶，谢长廷嘛是同款，即摆人拢要一直挖中国诶，因为伊已经行无路啊。这假戏演一百遍，还是讲白贼讲一百遍，就会变成真呢？事实上，这就是因讲，中国制造一个皇帝的所在，拢伊啊祭拜。实际上，皇帝敢是一个因的源头，应该毋是吼。咱之前的讲书拢有讲过吼。这林玛丽吼，咱用科学的根据来证明吼，讲咱台湾的实际上的不是对中国过来的，讲较详细的根本吼，咱是中国人的哦，一部分是咱对阿过的，咱是因的祖先之一啦。当然，咱摕一个证明。林玛丽就是抽的用 DNA 验出来吼，迄种无话通讲啊。你若用什么感情的哦，迄种无效啦。你若讲哦，你 DNA， 你若发到反驳，这个 DNA 是绝对无可能的嘛。另外伊就严格讲哦，伊就做统计，全台湾你若取样差不多，免全部取样，差不多，取样有够的数量，得咱知影全台湾的系统啊。伊迄个验出来有85%，哦，拢是台湾人。这台湾人的台湾是什么台湾？就是南岛语系的系统，包括高山族、平埔族，拢是南岛语系的系统。15%是啥？就是因蒋介石，和美国叫命令过来，过来占领台湾的，遐中国人民哦，遐多15%。这抽血 DNA 无都讲白差嘞。尤其是恁北部的啊，你若讲台南哦，台南拄仔是啥物地成功啊，还是阮是台南是以前伫个较大个都市嘛，遐南的人较侪，基本伫北部去哩哦，台南的就较少。按个那个被个综艺长有介绍过，然后那每一个调台过，伊拢会甲遐因外口的人个拢会也赶走，所以实际上咱台湾人是。系统的是非常的顺，是迄个南岛语系的迄个系统吼。不止你嘛哩哦，搁一个国家地理频道吼，这是可能有讲过吼。这一取样哦，有70几万，就等于以统计学来讲，就等于全世界啊吼。所有的人类的全出发点是对，就是非洲啊。你啊看有一个 M174哦，这条。M174经过印度哦，东南亚过，经过台湾、日本、韩国，甲入去中国的所有的中原。所以我讲哦，咱的是中国祖先之一，中国不是咱的祖先哦，是咱中国是祖先的之一的。所以以这个，这嘛是用 DNA 啊，这嘛是用 DNA 验出来。所以这无得反驳了。
恁若去申请身份证哦，恁拢会哦从这会申请去本时代的填本，证明讲你是本土台湾人。就是1945年九月初二进前的日本日治的人，甲伊后代，啊无讨论到中国难民哦，申请用这文来证明讲你是本土台湾人。啊，因为我嘛迄、那个，我发现着讲哦，这足趣味哦，我着甲发明讲哦，去研究一下。伫迄个大本呢，伊甲咱分做内，就是内地人，就是日本人吼。啊，福就是福建人，广就是广东人，啊，汉就是其他汉人，啊，色就是色番，生青就是青番，字甲中就是中国。啊，调就是迄个朝鲜人，满就是迄个满族。为迄阵，迄阵的东北，迄阵又阁是大日本的统治之的之一，所以嘛有分这两个。啊，毋过你也想看嘛哦？假使讲，字就是中国嘛，啊，福甲福建甲广东甲迄个汉。啊，这拢无，这拢嘛是中国啊，是啊，伊那要分落开，所以这，咱经过分析出来哦，这是语族、语群的区别啦。就是讲哦，因为咱拢是北部族甲高山族嘛吼，啊，伫200年前，200多年大清帝国的统治，我拢已经讲闽南语，啊，即马咱叫做台语，因为台语讨论唔到。闽南语、哦，啊，日语，啊，搁荷兰语，拢跟南做伙啊，啊是闽南语是占较侪啦。哦，啊，这会晓讲台语的人呢，叫做福啦，啊，会晓讲客话的人叫做广啦。啊，你若讲个汉，可能会晓讲官话，就是北京语啦。啊，搁，哦，啊，石款呢，啊，石个不是会晓搁讲北部话啊，所以伊这是用语族来区分，不是用种族啦。啊不，伊个种族迄阵根本就是用中国啊。啊，我查阮阿公个，我就先做几个家日本时代，咱查到上古进前，我咱查到太祖，啊都五代啊。所以你看，阮从阮这祖台，是出世是1839年。啊，假使话阮太祖上尾嘛活40多岁，所以咱差到迄、那个1719年诶左右，啊，要200多年，哦，所以这日本大日本诶有做安尼系统诶事，用了足清楚，恁有兴趣，甲恁诶族谱啊查出来，毋好摕迄中国制造诶假诶族谱，这才是真实诶族谱，哦。哦，这就是阮太祖哦，写福，你啊阿有汉，这可能会晓讲官话的迄个会晓讲的人，阿叔哦，就是佫会晓讲平迄个北部话，我、哦啊、这讲吼叔，你来看这足趣味哦，伊甲福甲叔谈做伙，这是啥物意思？表示这个人哦，会晓讲福，会晓讲台语啊嘛，会晓讲迄个，会晓嘛，会晓讲北部话，伊阁会晓讲，哦，啊无，啊，你若讲无想要去用 DNA 去检查哦，咱用咱个手可能得看会出来啊，哦，咱若北部种个，则拢会有一条线，从这是阮阿母，伊非常个明显有两条，那。那有两条吼，迄条是北面的，啊一条吼无一定位。一条迄阵伫中国嘛，即嘛是有位。咱是祖先，中国是，咱是中国的祖先之一嘛，所以营养嘛是有，啊，感觉介少啦。我爷即帮阿母的正多手，啊，即我系，我发现哦，咱查甫的较无啊明显。啊，哥你啊，过山庄的吼，非常的明显，你后伊安尼，伊就即条出来啊。啊，人一般被捕捉，可能爱也小可啊记一下。啊，这呢，这是我的脚，即嘛劈一份，哦。啊，
啊，这帮太太查某拢非常明显啦。我这帮查某囝，伊嘛是两条，两条主连线啦，主连线哦。啊，这我说，哦，这是另外一手。啊，这是阮细汉，哎呀，细汉查某囝。啊，另外啊，咱来平埔族，竟然有这样子做啊！啊，现在若要分啊，这样子做。你若愈分愈侪族的时阵呢，因为咱的系统哦，拢是同款嘛，啊，现在要让人分啊，这样子做。你若分啊，这样子做哦，你要互这来哦来到，足简单啊。所以后界呢？后界咱拢是台湾人啊，卖去分啊，这样子做啊。啊。今仔个主要是要讲吼，我咱甲真正的迄汉文化、中国文化诶迄个上厉害迄套，咱也讲破。哦，咱所有的祖先拢唔是对中国来的，咱是咱老语系诶迄个系统吼。啊，我今仔要主要要解说的就是讲吼，啥物叫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啊，什么人讲反民俗，啊反台独，啊反建国，啊个反这个主题，这个就是讲家己政府的迄个主题，哦，顶面无有一个领袖的这种主题，这种咱嘛是反对的。啊，过来是讲哦，什么叫万国公法、国际战争法，啊个哦，相同啊，这古文上和平条约，哦，阿尾，哦啊，日本天皇是啊，哪有咱这块土地的迄、那个？伊个所有权，啊，美国个有伊个占领权，哦，是嘛？真系安尼，啊，咱之前拢有讲过，咱去复习一下，哦，因为咱大部分受到迄个日本政府个教育个，哦，因非常个厉害，因用媒体教育，啊，个报纸，哦，啊，大家会，哦，可能听一点病理课无法度体会，啊，所以即马阁甲大家复习一遍。啊！伫咱即马先啊讲哦，咱即马初级班呢，就是上基本就是实在即几条就好啊。啊！伫迄个1830年诶，哦，伫迄个拿破仑诶时代，你也甲人拍赢占起，即个土地就是你诶啊。按个安尼会造成讲哦，后开为虾米会造成安尼会引起？足大个竞争，啊，尾啊，即马对1830年以后，就开始重视，哦，即个国际法，哦，包含呢，哦，国际法、万国公法加国际战争法，啊，地呢，哦，领土的主权呢，诶，移转呢，即领土呢是包含殖民地还是拓殖地吼，啊，领土要移转，搁比殖民地搁较困难，我等下会解说，哦，啊。在国际上一定要有一个国际的条约，哦，啊签一个条约，讲哦，你到底是要做哪项？这哦，甲咱呢，甲咱厝咧买签契约是同款的诶意思。咱若买厝呢，啊经过大师来证明，啊大师看看，去政府甲申请一个迄个土地诶迄个啥物诶迄个所有权状，哦同款，哦啊，所以。啊，有迄个国际条约吼的依据。第二个，万国公法呢，就是咧讲，哦，主权的领土是袂使分割的。这就是等于讲哦，你一个人的身躯呢，你是身躯是袂使分割。你若要分割，哦，特别是家己的东西，啊，这嘛是家己嘛无可能讲家己的手剁掉。哦，啊，要分割是足困难的。伫迄个即马的。伫有迄个天皇甲迄个共和国吼，会分割无啥共款吼。第三个国际政策个主要是咧讲哦，哦占领袂使移转主权，我着这就是讲美国个拍赢迄个大日本帝国。啊！伊甲咱占领吼，占领咱台湾。按个台湾，伊永远是无法度变成伊个啊！伊尾仔一定爱献予日本天皇啊！为迄、那个，等下解释讲是啊，咱即个台湾即个土地是日本天皇个。
啊，过来就是讲哦，你日本政府诶，未使就地合法啦。哦，这是这无法通讲有一个日本政府会当就地合法，恁会当去上网络查，哦，迄是无可能诶。哦，这拢是国际诶战争法。啊，个第四个，哦，就是诶，占领未使移转存款诶，诶，这条诶，互中国哦，也是中华民国诶，无都并吞咱台湾。哦，就是占领未使移转，因为这个。咱台湾呢，咱台湾这个领土已经是日本天皇的啊，咱当然来解说。哦，这是主要来解说。哦，你我跑碰你人考哦，咱来用这个图来再来解说。哦，第一个大清帝国的时阵呢，日本要为着韩国，我们独立嘛，啊个大清帝国本来因两个。国家就发生战争，叫大清帝国战书嘛，就甲午战争，战书就签了迄个下关条约哦，下关条约哦，啊，伫迄个刘文忠是讲搞下马关哦，啊，这个、下关条约呢，就是签讲甲澎湖甲台湾呢，哦，拥有割领予日本天皇，啊，按个迄阵呢，迄阵大清帝国是甲咱台湾当作殖民地，然后通治西边俩，东边的部分山，迄种是高山族，伊无法度控制到遐，所以伊是把咱台湾当作殖民地。无听讲有一句讲哦，咱从三年，因就是讲三年拢会换一边官，啊，迄三年来的官拢是要来贪污的啊，所以伊无把咱台湾来当作是伊的领土吼，是当作殖民地。啊，殖民地伊就买啊，个日本因个内阁就问讲，哎，啊，这殖民地，因为殖民地是无，佮就是实施个宪法甲因日本内底无即无共款，就讲哦，啊，我要啊，甲即个咱即马殖民地变成哦变领土，啊，又甲问美国就是建议讲，甲我当初去征服印第安个共款，甲因征服起来。啊，甲因遮个人拢实施个共款个诶宪法，安尼即土地就变成你个啊，哦，变成你个领土啊，共款个方法，哦，伊甲迄个日本呢，哦，占领十年之间呢，伊甲高山族征服，征服了后呢，哦，甲1937年开始实施皇民化，哦，互因讲会晓讲日本话，就是迄阵大日本个诶国语啊吼，啊，互日本名。啊，了后呢，佫上重要就是1945年4月7日，天皇诏书宣布吼，哦，咱予台湾遮个人呢实施即个宪法。我刚刚讲过，若实施宪法了后，就是佮因日本内地的人就同款平等啊。哦，安尼即个咱台湾就日本天皇的伊个迄个领土啊吼。啊，伊就讲安怎，伊就讲要予咱台湾人呢。参政加参战，哇！这两个国，我咱台湾就变成日本天皇的一个伊个领土啊。啊，这个在1945年4月7日宣布进前，加宣布了有啥物有啥物变化？上大的变化的时阵就是迄阵的钱啊。迄阵个钱个，伊是用台湾银行卷啊，因为迄阵台湾阁是殖民地嘛，所以日本钱袂使过来啦，爱用一个吼，即个当地个钱。当实施了后，台湾变成日本天皇个领土了后呢，这个日本钱就通摕过来用啊，哦，因为只用台湾银行发行，按个即是写日本银个银行。哦，这是主要就是讲，伊个领土了后，就讲甲因日本国内就同款啦吼。啊，基本上伫外国来，即下看，刚刚讲话讲，你啊，你啊，互因殖民地遐个人哦，互伊会当参政权，安尼就等于你家当作因遐是同款个百姓啊。哦，所以伫迄个。在1934年，这个
顾显龙吼，和交和哦，交来交讲回这贵族参议院，就是咱今麦讲的贵族院议员，就是迄个参议院哦，是咱台湾的第一个哦。你要第一个按照国际法这啊看，天皇根本就已经的哦，和咱台湾的有参政啊，所以伫啊，较严格来讲，1934年，咱台湾得日本天皇下啊。哦，迄是当初这顾显龙哦，伊就职啊，伫咱台湾，伊个祖厝哦，替伊咧庆祝哦，伊徛伫遮呢。啊，伫伊头前遮咧办桌，我、哦啊、大概叫一挂学生替伊咧庆祝。啊，这是伊祖厝购物哦，作祟哦。这是日本时代，我拢是欧式的。啊，这因为我住伫屏东的万丹吼，啊，阮万丹遐呢，就是伫日本时代时阵呢，空袭的时阵有一只炸弹的，弹落妈祖庙，结果无爆炸，啊，尾仔迄粒炸弹就放伫妈祖庙边啊，讲吼，哎，是妈祖的保庇，啊，无这粒炸弹。来爆炸，所以阮万丹区的人几乎拢知影，迄阵来空袭的人就是美国。按个济济诶，台湾人受到日本政府的教育吼，你若问讲，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阵是向台湾攻台湾，拢攻日本啊。即你按上班路去查咩 YouTube 来看，人家足多。啊，我去甲问我嘛是足多，所以即我搁来摕证明互大家看。在日本第一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阵呢，轰炸，因为咱迄阵咱大日本甲美国发布两国战争嘛，啊，所以战争了后，美国伊就派飞机来轰炸来台湾，啊，迄阵轰炸的时阵的相片，啊，这是飞机，哦，这是迄、那个。台湾总督府啊，就是即马的总统府啊。我早也变成安尼啊，我遮总统府，啊遮北一女，遮师范，啊遮火车路，我用选火车路甲总统府安尼在轰炸。我迄阵伊的技术得足准的啊。啊过即我即马是新竹区啊，去咧做人课的。我新竹呢，这是东门啊，新竹叫一个义门。迄阵新德遮嘛有，我嘛咧轰炸，伊就全台湾啊对话啦。有工区的所在，伊就拢啊轰炸。啊，这是迄个嘉义，我嘉义的化学厂。啊，这是台南孔庙东门。啊，台南的运河。啊，这是高雄。高雄港，我扎个你看扎个呢，有一个香菇无？我拢从关注炸弹呢。我来讲呢，这妈祖，我万丹万惠宫这个炸弹，我依照写，不是中华民国啊，就是日本时代1945年的2月20号哦，弹这个炸弹。啊，等下妈，拄啊等对妈祖庙，啊无即无崩起，啊留落来安尼，啊大家我从阿母着，我伊忙走去看，啊就是安尼哦，阮迄区个人啊问我就对答讲，二次世界大战是啥个轰炸？大家忙讲日本，啊不，迄、那个美国啊，美国，大家讲美国来轰炸个啊。啊现在要来说美战、哦、就是那个日本战输了后呢，麦克阿瑟发第一道命令、哦、是命令、哦、命令蒋介石来占领台湾。那时候中华民国是还没那个灭亡的嘛、哦、还没战输的，所以那时候是以中华民国来占领。啊，这个杜湾呢，哦，伊就画三本册，哦，啊，足精彩，你会使买来看。啊、我是拿一部分、哦、美战的部分给大家看，因为那是1945年，有时我们还没出事的、哦、没那个影片还能看，有啦，但是有一点点、哦、我们用那个网架
来解说给大家听。我就是投这个原子走廊走的日本两点嘛吼，我到日本天皇哦交予日本天皇，伫1945年8月15日宣布的无条件的投降。虽然是无条件，但个上尾啊一定爱看迄个和平条约哦，看到底是要安怎处理哦，啊来结束伊出事的大战。啊！迄阵签迄个投降的，哦，是这冲光葵，伊只写哦，写命令这冲光葵的代表的哦 ，The Empire of Japan and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就是 Empire 就是皇帝啦，哦，皇帝就是天皇，哦，日本的天皇的代表日本的天皇甲日本的政府，我、哦、伫、啊、日本伊是皇帝制的吼。哦日本天皇有咱伊有伊个领土个所有权，按讲呢，伊个请总理哦，就是内阁哦，内阁就是日本政府来管理吼、哦，所以因这两个一定爱代表出来，安尼较完整。那迄个共和国就是迄、那个就是总统制，就是总统来代表，所以这两个哦。这两个有区别的哦，一个日本天皇有土地的所有权，日本政府有管辖权哦。啊，伫建书了后，哦，天皇宣布投降的，哦，啊，这一阵，这是一阵日本的迄、那个总统吼、哦，叫安藤利吉。哦，伊受着了后，大家拢足伤心。哇、啊，根本咱嘛爱对咧伤心嘛吼，是咱战败。啊，有诶是唔甘愿，按讲诶，伊拢足听天皇话，伊拢足守规矩诶。我尾仔拢嘛听，哦，拢遵照天皇来指示。按讲嘛是有一寡较积极诶吼，就是讲伊嘛按照这个国际法吼，成年诶。台式治安委员就是应该是算平民政府吧，哦，家己组织一个台湾自立啊，哦，即按个印度派来讲，讲哦，这是咧台东哦，唔是这样，是讲家己做家己的迄个哦自治的政府，啊，尾仔吼就是讲哦，上好是卖吼少加少几百啦，哦，啊，恁先家己来占了，那安尼你啊，假使讲伊当初。叫迄阵个台湾兵个吼，迄阵咱个台湾兵，甲学生啊组军队，啊，甲即个武器啊装备哦，教咱吼。迄阵哦，蒋介石绝对唔敢入来，因为蒋介石因足惊日本兵个啊。啊，个呢，林献堂因即挂读册人，因拢受着汉文个中国个迄个思想吼，教育因拢是学汉学个啊。所以，因就拢认为讲哦，迄阵日本来治理的，唔，伊是来占领的，伊唔是当作讲，伊是咧治理的，所以伊就认为伊的祖国拢是中国嘛。所以伊欢喜讲，哎，蒋介石要过啊，伊足欢喜，哦，讲好啊，蒋介石过来来占领好啊，安尼是祖国来伊来接收。啊，迄阵嘛是讲，哎，大家嘛拢不要做战败国，那么拢嘛要做战胜国，哦，啊，就讲哦，我嘛是算一个战胜国。所以伊就反对讲哦，我也是甘愿予你蒋介石来接收。哦，啊，伊阁走去确定迄个总督，讲叫伊恁下骹人袂使安尼。安哥，假使讲咱啊，伊若接收了嘛，咱可能即马就无一只，咱即马就剩琉球安尼啊，走到国际地位正常化，无则受苦70几年。啊，拢。即寡这下人，哦，即杜聪明啊，哦，林承律、简南山，哦，因只拢，哦，拢赞成即个活动哦。啊，因过去走去总督确定讲，哎，哦，恁日本袂当过来鼓励，哦，鼓励讲哦，叫自治爱好，就介绍因来接收，哦，安尼。啊，即讲台湾独立计划，台湾独立的计划，哦，即个毋是独立，即个是讲哦，做家己的政府啦。
啊，直接政府资源嘛是算日本天皇的啦，哦。所以伫因的观念，因拢讲拢是台湾是咱台湾人的，这是唔对的观念嘛，哦。爱时阵的人呢，大部分的人拢嘛拢嘛是讲哦，拢嘛要做战胜国，我讲战争结束啊，日本投降啊。啊，我讲咱，啊，佮有诶讲哦，咱讲袂变成殖民地啊，啊，中国要来接收啊，我大家拢足欢喜，啊，佮后盖着艰苦诶开始啊。我爱迄阵因着放新闻机构，因着开始咧来统战啊。我讲回到祖国温暖的怀抱，我迄阵是变成啊吼。我爱因迄阵，因为我因这话的观念，拢是徛伫迄个，伫台湾是咱台湾人的。按个我相信，大部分的诶有知识的诶，迄阵在日本的台湾人的，有诶可能嘛是反对安尼啊，讲台湾呢嘛是日本天皇的啊吼，所以当下都有看到讲，哎，根本有人嘛是反对安尼啊吼。我按怎么开始做？我欢迎国民党。筹组会，林献堂，哦，迄阵有二十几万的日本人哦，住伫咱台湾，啊，有伫咱台湾的出世的叫做原生吼，哦，伫台湾出世的，啊，因拢遵守规矩啊吼，哦，因袂讲安尼无政，迄阵已经算无政府啊呢，哦，啊，伊嘛遵守规矩，因为日本在日本，甲即卖日本的因的从。因的规矩就拢足好个呀。我伫1945年9月7日，伫迄个美建遐签署，但拄啊用互恁看个，哦，签署即个是重返会嘛，哦，签署迄个日本投降。所以咱即马就以即个作为决定，就是1945年9月7日进前出事个，哦，就是。出事的迄阵的大日本的台湾人，甲伊后代哦，就是本土台湾人。我伊只有写讲哦，迄阵几乎拢无政府啊，啊咱600万的台湾人啊，拢作守法的。哦，你著听讲顶一辈讲哦，你物件落去，还是你厝的拢开，拢无贼啦。哦，就是存迄个辅导吼，辅导迄个辅导。何在啊？因遐嘛是讲作守规矩，就是从安尼。人所以咱人也计台湾政府执政了，咱要恢复安尼诶文化对话啦吼。我因前即摆即台北诶中山堂，哦，伫只咧庆祝，哦，讲咱台湾人会当扬眉吐气诶。哦，做这拢是因台湾是咱台湾人诶观点去迄个画出来。啊，实际上应该嘛是安尼啦。哦，因拢无做战败国，安哥，咱之前有听秘书长讲过啊。哦，战败国，迄战争是政府的代志，毋是百姓的代志。哦啊，战胜国的，你要遵守迄个国际战争法。哦，你要保护咱战败国所有人民的安全。啊，你要亲自来占领。哦，啊，你爱保护，爱派兵来这啊保护。哦。基本上拢安尼，等到是较好啦。哦，咱即马就是台湾民众，就是要行这条路。啊，你啊，因咧欢迎，因根本嘛唔知影中国个诶，即个朝鲜机啊，拢嘛哦用电脑编去啊。我即个画稿，我也有够想，但会当用影片，就是像伊讲安尼，哦，配乱啦，啊，穿草鞋啊。啊，去啥？啊，就从个去食饼安尼。啊，去，哎吼，啊，去雨伞、去刀啊，中国刀安尼。所以还是大部分的，也是安尼啊。啊，这是啥物军队？啊，这种军队那可能打败大日本。我看见那从去食饼。呵呵，啊，根本大部分哦，诶，迄种诶。迄个在日本台湾人，这种是知影的吼。卖讲啊，这不是美国，哦，这
这不是迄、那个，就叫做因拍败，根本就是美军拍败大日本的。啊，因是代表民军来占领台湾。我、啊、有时呢，因嘛咧怀疑，我、啊、是啦叫做台湾共和。我当然我会解释，这是咧骗人的。哦、啊，结果以前有去查。哦，迄阵那个就迄个美国带中国兵过来时阵呢，为迄阵日本，迄阵咱日本哦，拢镇压伫中国迄边拢镇压嘛，把甲中国人拍到走无路，所以伊看到日本军，伊就惊甲，所以拢唔敢落船啊，是美国人啊，恐啊也是啊踢落来，啊叫踢落去才讲哦，即咱规个武器拢好完啊，我等到遮是变成我的天堂，我要安怎得？就安怎，结果就发生疑问。咱来看这个影片，咱甲之前讲的迄、那个诶画图。1945年8月的两颗原子弹，结束了台湾50年的殖民地位。不是殖民哦，这是讲不对的，不是殖民。Japanese Imperial Forces is here to be given and accepted, are contained in the instrument of surrender now before you. I now invite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Emperor of Japan and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and the Japanese Imperial General Headquarters.To sign the instrument of surrender at the places indicated. On behalf of Emperor Hirohito, Foreign Minister Mamoru Shigemitsu, sign for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国府第七十军总计3000多人，搭乘了40几艘。中国人民是安哪个啊？美国人在对啊？啊，因安哪个啊？因安哪对啊？啊，叫美国人啊，有用啊，在对。对年轻的台湾青年陈成光来说，这批跨海来台的部队几乎是他对中国的第一个印象。军服兵啊，穿草鞋，根本拢甲这人啊，地鬼啊，啊用物件吼，用锁啊绑绑咧，啊用笨蛋咧打，啊真侪人拢派雨伞啦，啊迄服装也无整齐。唔啦，讲服装无整齐，落来伫整队啦，伫行动吼，拢哩哩啦啦。我伫家己的耳通看到一个官方官吏啦吼，伊伫伫卖迄个金木店，伫甲卖讲，啊你先啦，我摕这个水道。伊用因中国的水准甲大家讲差到做诶啊。伊个时阵，咱台湾就先去即卖个现代化安尼啊，结果英国啊，害咱规个变成落后大日本差够多个。好啊，后一页。啊，迄阵呢，哦，有足侪人个，拢嘛感觉足奇怪，是讲那要还过来吼。啊，啊，不过咱台湾嘛是感觉，哦，嘛是讲哦，足热情啊。啊，替因哦接伊落来，另外伊是什么军机？是美军的军机接伊落来，哦，接这个陈仪，哦，是10月24号，哦，陈仪伊个坐军机，美国个军机过来接受伊个台湾的迄个投降哦，投降哦。我爱种是中山堂，哦，伫中山堂迄个接收，哦。啊，这是代表民军哦，哦是代表民军，不是，就到这伊要来接收，要来接收的是代表民军哦。啊，哦，迄阵伊就差哦，美国机，爱只敢画一机啊，但我用实际图，互恁看，哦，只差美国机。我迄阵呢，咱我记我阵咧头几次的时候，根本都唔知影，怎有机会无去。我这个旗代表足重要啊！这是盟军美军主要的建设工的，哦，主要是建设工。啊，甲伊是派迄、那个派向派迄个蒋介石的来代理，唔是代理来命令伊来占领。啊，迄阵接收，迄阵盟军有哦有英国
哦，啊个美国，啊个那是双王嘛有吼，啊有迄个安藤利吉是10月25号，哦向边军呢投降，啊结束，哦，嘛是唔是结束独立俩，按个土地又原个是日本天皇下。你敢知？伫迄个大清帝国战败了后，因个皇帝溥仪迄个宣布退位，伊个甲所有个权力互中华民国。迄种中华民国个旗啊，就是五色旗个。即个旗是啥物？即个旗就是以前中华民国个海军旗啊。哦，啊啥啊？伊来正正，伊那无用即支。因为伊是要叫伊代理来占领，所以唔是讲哦，台湾唔是伊个，所以就用叫伊用迄个海军旗代表占领军哦，啊来即来占领。啊，所以呢，以前伊就用即个巧联旗啊，哦，啊，伊是受迄个麦克阿瑟哦第一号命令，伊是命令过来哦，哦。哦，代表民军呢来接收日本投降的相片，那也看到迄个民军的四个旗，哦，所以哦，伊唔是来接收，伊是代理，伊是命令过来来替民军哦接收投降，哦，代替美国军事占领，哦，这是中华民国的海军旗啊。啊，就呢，中华民国还未灭亡的吼，啊，是安那要用海军旗的，我同我讲下呢，哦，伊那是代替，所以伊是当初是因为是讲美国惊讲哦，伊也过来，规个惊伊有炸药，所以你用海军旗过来就好啊，代理来即来代替美国吼。哎，我同我讲，这个美国旗啊。哦，只有一支顶面，就有一支啊！哦，伊要画出来。哦，啊，只有两支吼，啊，这个是巧联旗啊。啊，只，伊只应该实际上爱写受降啊吼，啊是太平洋战区，结果伊人改安怎嘞？我人家台湾国国，啊，中国战区，哦，那种开始学袂变，要人改变。改变这个，就开始在骗人啦，是这种爱写安尼啦，哦，受降啦，啊是太平洋战区，因为咱台湾迄阵人是太平洋的战区吼，唔是中国战区，哦，有计划来改变台湾的历史，我对这嘛样看出来哦，假使讲台湾是中国的，啊，是那个分作中国战区加太平洋战区来接受迄个导航的迄个来这個、来伊的详书。啊，卡斯话讲台湾是中国的，根本就用中国战区就好啊。哦，所以实际上呢，哦，台湾呢，唔是中国的领土，所以爱分得开啊。哦。就讲台湾呢是中华民国，确实台湾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呢。像咱那有两个单位来接收，啊，因为呢，伫国际上的规定啊，迄当时台湾是殖民地啊，吼，应该解释个台湾是日本天皇的领土，所以占领也袂使移转主权，哦，爱分龙归伊是代理来占领哩。啊，既然讲好，啊，那个来台湾来接收。哦，典礼哦，这是，不是功夫啦吼。啊，你看这世界的大骗局吼，台湾功夫这是假的。按个呢，日本政府都一定要插这个美国旗，哦，啊，伫马英九时阵嘛是啊，一定插美国旗。伊总共是啦，功夫啦一定要插美国旗。你也无安尼解释，你更唔知影。伊是美国对因作好，因为伊个是伊的盟友，哦，所以伊拢作感谢美国给因。来台湾的，我眼看拢有插美国旗，啊，若要用这张出来讲吼，这是咩啊？这张看了是足悲哀，安怎台湾人会算咱台湾足有知识的，知识分子，佮伊有骗去啊？
哦，这是足悲哀啦吼。所以当伊过来时阵呢，伊带领一千人呢，哦，带领一千人来迄个代替美国来占领咱台湾。哦，啊，迄阵有一个叫做哦，组成一个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甲台湾省警备总部。哦，这个就是咱讲的哦，这个台湾省行政长官就等于平民政府啦。啊，这个台湾省警备总司令就等于哦军政府，就是美国的军政府。结果呢，伊平民政府拢中国人因咧做，这就是因违法国际法的开始啊。所以咱会当去告美国成功的原因就是安尼，伊已经开始咧违反哦国迄、那个国际法，拢因咧做，这是唔对的。你若讲军政府是代表美国来占领，因是爱伫遮啊，这个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哦，爱咱台湾人啊！啊，尾啊，尾了被变成改成那个省政府嘛，省政府。尾啊，地点位讲哦，尾啊，砍掉。美国讲未使，这个就是平民政府哦，哦，未使违反国际法。啊，你看这是，哦，那个旧高教引起几年来，34年来的嘛，哦。这26年是，这是中国咧用的中国银行。35年了后呢，现在用这个中国钱啊，我都摕过来，伫进前我都解释过啊。这块土地唔是伊的，伊中国钱未使摕过来，哦，伊以往嘛啊用台湾银行，是讲大概是1950几年较。较贵个变调个，哦，变成中华民国，你客钱，中华民国个钱。哦，台湾银行卷吼，占领袂使移转存款个，哦，伊你即阵中国钱袂使客过来，就是安尼。啊，佫因为平哦，不，金门马祖是即马日本政府唯一个领土。啊，因为金门马祖是中国的领土吼，所以伊遐的台湾钱要摕过遐用的，伊遐特别注解吼，限马祖哦，啊金门使用，啊这金门啊是拄啊咧，迄个战争的接收的时阵较有咧用啊，而且拢会使看出来啊吼。啊，不然我们即摆解释讲，哎，美国总统是哪有咱台湾的占领权？即摆以往阁是有吼，上重要就是迄个旧金山和平条约。哦啊，咱解释讲什么波茨坦啊，还是开罗宣言，迄是讲哦战败了后想要做的代志。按个你也要看，伊要真正要做执行的，爱看和平条约哦，和平条约哦，确实为主爱看条约。不是看宣言哦，所以跟咱迄个旧金山和平条约有关的话，有四条哦。第一条 B 哦，哦，日本政府，你要看咧旧金山和平条约的原文，无有日本天皇哦，哦，拢是日本政府，哦，日本政府放弃台湾甲澎湖的管辖权，啊，无指定是属国，哦，因为日本政府就有台湾的管辖权，伊无迄个。一、那个，伊无一个所有权，日本天皇较有吼。第四呢，哦，第四条 B， 哦，美国军事政府对台湾偏哦有支配，有迄个支配权，加处，加迄个，加迄个，处分权吼。啊，第21条呢，中国战后的优惠加哦14A 内容的，无包含台湾加偏哦，就是讲予伊福利，无包含台湾加偏哦。啊，伫第23条，确定美国是主要占领矿工吼，主要占领全国，哦。啊，另外，旧金山和平条约拢总有27条，啊，伊个内容诶无，伊个签约所有签约诶，拢是日本政府甲美国政府签署诶，拢无有日本天皇诶，就是内底无有日本天皇，所以呢，日本天皇诶就讲。所以，伊无讲到日本天皇有放弃咱台湾的领土，
哦，沙门体、福尔沙门体，无讲哦，所以日本天皇伊原阁是有台湾的领土，伊的所有权，所以对旧金山和平条约甲迄个下关条约，会用讲咱即马就是以小比强，哦，安尼就是安尼来的。啊，像咱讲哦，反对美属建国独立自治，哦，就是这两条，万国国法哦，主权领土袂使分割，哦，不可分割。哦、我这写啊，这是罗马语啊，吼，台语的罗马语袂使。啊，第二条诶，哦，国际战争法，哦，这两袂使有专主权，日本政府袂使就地合法。哦，所以美属就是种台湾是迄个美国的是袂使，这样袂使依专主权哦。啊，建国独立嘛唔对，因为咱要建国独立哦，是即卖大多个拢是咧向日本政府要提建国独立，拢向抗议，因找唔到方向啊，爱找日本天皇。按个日本天皇，伫旧金山和平条约，伊即个权权力已经搁置起来啊。啊！个迄阵大日本帝国已经无法度恢复啊，所以要独立吼，爱安怎啊？帝制啊，若要独立呢？啊，日本天皇同意，啊，迄阵的内阁的开会，国会通过，讲要互恁独立，安尼才会使。所以这是无可能啊，因为这大日本帝国伫旧金山和平条约一边的已经解过啊。伊写安怎？伊写讲哦，即马的日本啊，就是即马的日本。给所有的富尔沙门体的所有的主权哦，转移给他们的日本国民、啊、所以变成伊把迄个日本即卖日本独立出嚟啊，就把大日本对日本啊独立出嚟啊，所以要恢复大日本帝国是无可能啊。所以进攻独立这是伫我国际化是无可能的。啊，主题就是讲要家己的政府，这嘛是同款，甲独立是同款的意思。哦，拢是袂使哦。啊，什么叫国际的？哦，咱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就是要安尼。哦，就是迄个宣战了后诶，哦，迄、那个战胜国埃及拜组成即个军政府，啊，伫军政府之下成立一个哦人民政府，哦，就是咱台湾民政府。哦，啊，战胜了后，伊正式国认为讲，啊，恁遮。即地区已经安定啊，哦，会咱家己治理家己啊，吼，哦，伊就会继续占领，哦啊撤军，哦，变成正式的主权国家。即主权国家就是啥？是日本天皇之下的主权国家吼，是日本天皇。啊，咱即马唔是啊，咱即马就是由日本政府骗去啊，伊美国叫迄个蒋介石命令伊过来。结果伊讲改身份证，改甲咱大日本诶即个国籍全部变更哦，中华民国国民哦，安尼伊就违法啦。伊后要改国籍，伫国际上诶，还有两年，互你做决定，伊拢无一个命令就甲咱变过哦，啊，就开始占领，啊，就开始美国就开始用模糊政策，啊，用迄个台湾管理法哦，伫美国通过。伫美国国会通过一个台湾关系法，你啊看全世界，敢有讲，敢有讲，像讲印度到印度关系法无啊？是安怎？台湾关系法伫迄是美国英国来诶国会通过的，是因为伊是主要台湾矿国，伊有权限处理咱台湾，哦，所以伊就通过一个台湾关系法，哦，处理台湾甲迄个美国因诶接触诶关系，啊，甲因买武器。我去买武器，这嘛袂使啊！买武器，结果买应该是中华民国应该买，结果拢是对咱那咱台湾的那迄个税的钱来买，哦，安尼就违反国际法啦。哦，国际法就是讲，你美军爱亲自来占领，啊来保护哦台湾地区百姓的安全，就是从迄个日本啊，日本当初迄阵嘛是美国，到即马美国嘛是搁咧占领日本的迄、那个。因的占领军伫底，就是琉球啊，哦，所以日本因就讲自卫队，所以因拢无国防，所以因挂国防线起来，拢发展
因的迄个经济，所以经济做发展就是安尼。啊，咱啊，甲咱即马台湾民政府嘛是要行这条路。哦，你美军啊，亲自来占领，来迄、那个，来实施你的遵照这个国际战争法。哦，你爱派军去吧，来保护咱台湾人。哦，啊，咱台湾人唔免买武器，哦，全部都这个安尼。所以咱即马美国用模糊政策哦，伊就用台湾关系法。哦，啊，台湾关系法就是咧，伊只要你啊看，你眼看 A I T 查台湾关系法，伊就写 The People on Taiwan。啊 ，The People on Taiwan 啊，按照伊用模糊的话，就是讲台湾人即唔对吼。On Taiwan 就是讲住伫台湾上 The People 是特别的一群人，迄是啥？就是中国难民。所以台湾关系法是主要就是咧保护中国难民的，唔是咧保护咱。所以咱即番要用国际法哦，法律台湾哦，爱用古时上和平条约哦，迄个美国军事政府爱入来，组成军政府加民政府哦，啊美军哦，军政府就是美军，啊民政府就是咱台湾百姓哦，啊，不过呢，迄阵要啊，互咱本土台湾来执政吼，叫 The People of Taiwan， 即叫做本土台湾人，英语是爱写安尼。按个你啊去 A I T E， 你啊去查，用写 The People on Taiwan， 哦 ，The People on Taiwan 甲 Of Taiwan 的差别就是安尼，就是住伫台湾上诶，拢是叫做 People on Taiwan， 啊，伊加一个 The， 有特别有指定诶，就是中国难民。啊，你啊查迄阵，伊迄阵因为大日本诶领土吼，大日本帝国领土足大诶，日本啊，甲迄个韩国、琉球、台湾。啊，个南海、南极拢是。迄阵伊占领琉球的时阵，伊嘛是同款，做军政府加民政府。因为咱迄个维基百科去查，也是同款，有军政府加民政府，伫军政府之外组成一个民政府。哦，啊个伊占领，哦，朝鲜就是韩国嘛是同款。哦，伊嘛民政长官，哦，啥物局啥物局，就是咱即马。诶，组织同款，我那么是嘛是做安尼，军政，咱台湾民众有啥物举啥物举，咱举是说是伫个军，顶阮是叫做省哦。所以咱即马台湾目前，咱即马台湾目前的地位呢，就是美国日本天皇保有咱台湾领土的所有权，啊，美国总统保有台湾领土的占领权。哦，所有权就是因为下关条约加日本哦，日本交予天皇的诏书宣布。哦，1945年4月7日这个时间一定要记起来。你若要考军事哦，一条可能会考。啊，占领权就是看古云霄和平条约，所以这是即马讲的。哦，咱即马就是以俗比强，就是安尼来。啊，我问你，安尼这几条？敢就会通互咱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敢会使？有几条拢照国际法，那即马知影，阿嘛是无效呢？咱阁欠啥物嘢？咱阁欠债啊！2006年10月24日，去美国的联邦上诉法院，去告美国啦！阿要告啥物嘢？哦，告美国，你要告啥？我伫2006年10月24日，哦，告美国政府，就是等于告美国总统啊。哦，大日本，哦，伊对大日本台湾呢，哦，违反国际法甲人权。啊，咱秘书长林志炫就带领228人去美国的首都华府，哦，去华盛顿哥伦比亚联邦地方法院提告啥物嘢？台湾国际地位与台湾人权诉求，就是告美国总统啊，讲哦，咱台湾的国际地位甲咱台湾的人权啊，啊，敢会成功？我问你，这你也讲中国人甲印度人去用这条告美国总统，敢有法度对地方法院、上诉法院到最高法院？无可能。啊，请问咱哪有可能？等下我解释。这个最高法院的。伊迄个判定哦，毋是判决，是判定讲知影
我咱提供旧金山和平条约，甲一寡历史号，法官知影讲哦，伊就知影讲哦，六十四年来本土台湾无固执，哦，真正咱是无固执啦，咱已经有变过啊。第二个，本土台湾人无国际社会承认的政府，啊，即卖政府是日本政府，迄毋是咱的政府啊。第三个，本土台湾人诶，到今依然阁生活政治连，甲即政治连讲诶，就是选举啊。我迄阵哦，我迄阵拢是支持，因为是讲绿色的啦，我支持本土的啊，我替民进党安尼安尼安尼选票丢票，结果拢嘛选输。算出了后，我艰苦甲政治联结，因为咱这个局已经给联盟政府设计，你安怎算是算输伊啊？无可能算会赢伊啊！哦，第四呢，哦，上重要，伊看旧金山和平条约，法官确定讲哦，台湾的依然搁是美国占领中，哦。啊，咱看迄、那个，看迄、那个迄、那个判决书，哦，这是哦 ，United States， 哦，就是说。可能这就是迄个美国地方法院啊，我这像原告像一家 S， 因为传了228个哦，用复数哦，林志先哦 ，Dr. Roger Lin CS， 这是咱秘书长，一个像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美国政府，美国政府就是代表像美国总统啊，那一个美国总统呢，啊，你要拍过一下，原告，哦，你。给我 PowerPoint， 你直接要当我你这样放大，放到这里。你看伊个网址，这是法院哦 ，GOV， 你也看 GOV 就是政府，这个政府拢是美国诶政府，我是对美国政府啊掠落来，所以咱的判决书是对美国掠落来，所以咱确实是各美国政府哦，各美国总统哦，来好一页。我上诉法院哦，因为迄个地方法院的伊无法度处理这件代志啊，就讲你可以去上诉法院，啊，上诉法院的同款哦 ，Roger Lin CS， 哦，啊，美国政府，啊，就是摊多四十条，伊确定就是讲咱台湾即马目前的状况就是安尼。不要你也看，最高法院你也即嘛是迄个最高法院哦，最高法院。啊！伊王子嘛，就看对这个法院，你也怕那伊绝对抓会到的。哦，最高法院的宣判，哦，原告，哦，咱罗州人，啊 ，United States 就是美国政府。第一个，2019年9月7日 ，Waiver of Right 就是放弃了，放弃什么？抗辩权的，就像美国政府，就等于美国总统，伊放弃啊。因为哦，咱拢存在国际法啦，伊已经无话通讲啊。啊，你若伫法院的，你不管哦，诉讼案件原告、被告任何一方放弃抗辩权，就等于承认是对方是正确的嘛。所以美国总统话拢是承认讲哦，咱台湾民政府所改迄个国际地位、甲个人权，伊拢承认啦。所以一定要来处理这件代志。啊，你看。咱先讲各美国的意义，我念一遍给您听哦。各国之间有各自的政务为政，每个国家都不可以干涉他国内政，除了政治庇护或是难民申请接受他国保护，其他国家便会有自己审判来决定是否接受。但是有一点，如果不是相关很大或一般法令，是不会接受的，因为他是他国。他国的内政，为何本土台湾的林志森228人去美国法院告美国政府台湾人权诉求，而美国法院开庭审理并上诉到美国最高法院？为什么？林志森这个案子是非常典型的美国内政政治问题啊，就是以前是美国来讲的问题啊，法院才会受理哦。林志森代表台湾人告美国总统，试想如果一个住在中国或印度平民去告美国总统违反人权，美国法院会受理吗？不可能嘛，因为那这个是他国内政嘛，所以答案肯定不会啊，因为那些平民不是美国政府。但为什么
你自身去告美国总统违反人权，没有给台湾人权该有的权利，法院受了案件审理，那么就代表台湾是美国宪法管辖内，你咱即马是美国占领中啊。我先不管判决，哦，光是接受这个案子就足以证明呢，哦，美军正在占领台湾，所以美国必须插手管理台湾事务，不然美国总统本身就违法。哦，也还好，哦，好险美国占领，因为美国是守法国家，一切以法律至上，就算总统违法，法院如果判了，美国总统一定要执行。安各位啊，哦，petition顶上就是搁置。啊，是那那可那诶，搁置。哦，最主要的是美国，因他们是三权分立的国家，哦，所以对古今说和平条约啊，伊讲哦，伊无指定台湾要互相，啊，所以法院伊无法度判讲哦，来台湾即马是相反，伊无法度判决，伊爱安怎？伊爱互美国诶，根据这个国际法，甲台湾国际地位进行化了诶。美国法院会较根据哦，国务院处理台湾的地位了来判决咱台湾国际地位啊，所以才会搁置在那边，才会搁置在那边，哦，才会抵债。啊，现在还没有宣判的原因就是这样子。所以咱即马，啊，即马美国就是讲，伊就从台湾秘书长讲啊，啊，讲恁会使有人行过来质证，讲有啊。结果美国也讲，我即马看无半人，是安怎？为哪国籍拢互日本政府按头头啊解决啊，无有台湾本土台湾人啊。所以咱即马会来去叫咱申请本土台湾人的身份证，就是安尼。哦，警官人叫人来申请身份证，有美国理由讲哦，伊要来占领啊本土台湾人，过即马无半个，有啊，即马2万外人无够啦。哦，啊紧较紧叫人来申请身份证。我即马就是讲，哦，林献堂，哦，伫迄个，大家本来看，因为伊个因只读册人，我俩一个穿长袍马褂，这是1921年伫大日本时代，俩伊个有中国的观念，因为伊受汉文化。哦，伊呢阵当初成立一个叫做台湾文化，啊，台湾文化是啥物情况？是汉文化，所以呢，因为哦，大清帝国伫哩。这个殖民台湾200多年，受到汉国非常的侵扰，所以要一时叫人改革，无啥可能。完了，啊，这个蒋渭水嘛是赶快，因为是拢是迄个台湾文化的人，伊死了就家己创作一个这个旗，啊，叫这个旗煞，吼，迄个马英九起用，讲伊嘛要做平民政府，已经伊是流氓政府，伊是无法度的啊。哦，蒋渭水嘛是其实因为伊个。因的思想拢是讲哦，伊是中国人，实际上因拢是兵部族啦，也是警察做老爸。我、啊、这是萧之纳，哦，之纳就是中国，哦，因的儒教、因的儒家，哦，甲汉文化，哦，这特足足厉害。你看大清帝国伊尾仔嘛是搬出来迄个嘛孔子啊，诶，儒家来这啊，迄个统治因汉民族啊。哦，因拢用这套。即个讲话，确实讲，咱接受因哦，啊，把这武器，咱来封，做成一个自治政府，一种政教交因就无多几摆，美军就一定爱清除几摆。到时咱早着从琉球安尼啊，着国际正常化。哇，咱即马70多年受了这流亡政府来糟蹋，所以讲一句，咱有读册人出袂去啊。啊，即卖佫较严重，媒体教育，哦，啊，那以蔡英文来算啊，扣掉300多万人，上无够200多万人，佫有像安尼的思想。所以咱台湾民政府执政了后呢，哦，咱一定要去中国化，哦，爱像安尼，哦，福泽谕吉伊提出这脱亚论，哦，是明治维新呢。哦，伊讲日本的东西，爱放弃中国思想甲儒教的精神，来吸收西方的文化。哦，咱爱行这条路。啊，咱要去中国看的，就是咱这中国语莫阁用啊，咱啊用罗马语。
我看典故音哦，典故趋近于象形文字啊，这种汉字趋近于象形文字。哎，对，即马现代，哎，咱即马囡仔对细人在学甲高中考，我就完全写一篇的文章啊，无伊拢有时拢爱用注音。啊，你啊，你啊用罗马语哦，因为罗马语是用什么叫罗马语？用英语语母26语所组成的文字叫做罗马语，包含英语、法语哦，加越南语，加马来西亚，因拢用迄个罗马语哦，全世界有80%拢用这套。啊，哥，你也要拍字嘛？足简单嘞，拍字就是用英语字母多26，也不然个学一套拼音话，哦，非常的麻烦。我这就去中国话，哦，上紧的啊！你看这用罗马语占80%，啊，另外伫中国所有的周围啊，啊，伊台湾讲用同款式的，因为咱用同款的系统啊，哦，讲中国话啊，用中国字啊，啊，伊即卖迄个拢唔敢用，电视甲韩国拢啊用因的什么啊英文。我、哦、就是要区别出来，啊，无伊占大国占那么马家后面，啊，台湾占人少，我、哦、咱一定爱用罗马语吼、哦、去中国化。你啊，这罗马语足简单，你啊学这套吼、哦，差不多3个月就通学好啊。学了后呢，就从安尼吼，这个岛爱台湾民政府，啊，因为咱台湾，咱台语有七个声调加。应该有高的声调，哦，就是一定咱讲话一定咱个唱歌，所以这个符号，这是伊个迄个声调，啊，这是我的哦，归谱学。哦，啊，你啊用罗马语呢？你啊用罗马语，伊就无汉语的限制，因为罗马语就是啊有音，你得啷个写出来，啊哦写出来，你就会晓读。啊，不过你啊汉语无啊，汉语要学一套，注音阁要学一套，非常的麻烦，你要一个字一个音。啊，咱若讲出来，伊就通啊拼啊，把拼出来。所以根本咱高山族、甲平埔语、甲客语、台语，拢有家己的罗马语。只是啊，客语甲台语已经用同款的迄个系统啊，就是白话语。按个高山族、甲平埔语拢家己的系统。所以是建议吼，咱台湾罗马语要有共同的拼音嘛，哦啊作文语啊，伫安尼会按，就是讲哦。你若看落个尾，你看到字，你就会晓读高山族语哦，平埔话、客语话、甲台语话。伫这个环境下，伊就自然合并，就变成咱正港个台湾话哦。因为即摆台语哦，到70%有啥物个闽南语啊，所以我是建议讲，阿改向咱罗马语加专有名词、甲路名，拢恢复台语本，也是高山族语个字哦。安尼会通教哦。咱即摆讲哦，我讲跟台语就是。闽南语吼，诶，即个缺点，就变成正港吼，咱南做伙啊，变成台湾制造的台湾话啊。我即是用罗马语，你也无学过这套，也是中国人因刚看有。哦，你啊，即足紧的哦，3个月就我都，哦，都会，足简单啊。我未啥会了，咱。即之前讲过啊，咱尾啊应该爱想伊拉克，就是美国军事战甲因啊侵入入来啊，啊即摆美国拢开始咧，因拢咧开始咧募兵啊吼，啊因咧募兵咧拢会笑，会晓讲中国话吼，啊主要就是讲伊要来台湾来占领较方便来接下迄个地理吼，啊你啊看这帮这个影片啊。高雄美国学校欢庆建校25周年，同时举行新建校舍动土典礼，地点其实就是原本借用胜利国小旧校区的用地，市府透过合法租赁程序将旧校园重新规划已经几百了，两千多人啊，只讲因拢是各军事用地，你也是校舍破土开工，市长陈菊 VIP 高雄分处校长吴介林等贵宾手持金铲，共同完成中古味十足的动土仪式。新的校舍完工以后，那可以提供在高雄所有的学生从幼稚园到高中，一定要开始哦，学习的。美国个是国政府个一个非常好的校园。旧校园活化善用的新校舍，这是高雄的美国学校，设备更新颖，也将成为台湾第一个绿建筑。咱个学校拢跟咧在减掉，啊，佮即卖有两个在起，美国已经准备过来啊。啊，看这个，
批美国在台协会预计在2014年就要搬到台北内湖的新家了。而这栋新馆是各国在台湾盖的第一间代表处，造价高达新台币63亿。不过虽然不是最贵的，但是主打的是绿能建筑。而且 AIT 的发言人说，为了安全的考量，所以工人一半是台湾人，而在涉及国家安全的部分施工，只是特别由美国工人来台湾施工。一看到媒体接近，工作人员立刻提高警戒，拿起了枪。这是 美国，啊，这是美国的亚太的军事中心哦。咱看后边啊，咱呀，美国攻击啥啦？咱伫迄个机场啊，因为即马是美国占领中，伊会当叫来啊，正常是袂使的。哎呀，你要放一下。哦，这就是美国的军机的，哦，击败那个松山机场，哦，就是占领中依靠，一正常军机是袂使人停迄个人的机场的，哎，无咱个阿只约。啊，因即马会对平潭岛啊。诶，卖办啊，应该看办。哦，所以即卖因中共诶，咱即卖中华民国诶，对会当留落来，留到即卖诶原因就是因狂讲嘛。按讲因除了签了一个法了诶，拢讲未讲诶，吼，一个签了一个人民币和平啊，应该等于接近于和平诶条约。因和平了，因就不会狂讲啊，这就违反呢，违反着美国当初叫因来狂讲诶目的，所以因爱准备退啊，所以。哦，所以伊就支持哦，迄个像，哦，迄个金武聪哦过来，哦，伊因要支持美国，来准备退啊，哦，来美国清楚来占领，哦，因，哦，咱即摆来规来办啊，台湾身份证，哦，即摆就像恁安来甲因来上初级班、高级班，哦，过五关的就按做咱台湾民政府用务的公务人员，哦，互流亡政府赶紧对。因金门妈祖甲平潭岛，啊，这即卖咱这有咧发安排的车牌哦，就是 USNG TCG 哦，这我见到啊，即卖拢哦，伊个日本政府的警察拢袂唔敢人对咱安怎哦，或者是咱美国哦，发现互咱台湾，啊，你啊警察伊看过，咱嘛当作无咧看到安尼。啊，这个来放一下。没得用哦。这。哦，安尼袂使啊，安尼免啦。哦，就一个影片，就是讲，哦，警察，哦，哎，要刚走了，安哥尾啊嘛是无啊多，嘛是帮咱走。啊，没拿了。哦啊，那不是迄个家己制作的牌呢？因用那些个牌啊，这是迄、那个哦，旧年哦，是我对咱台湾民政府处理的哦。啊，因着家己蛮少成立一个政府，哦，叫做美国台湾政府，结果这种是无效的哦。你系嘛着许行调伊啊？啊，因为哦，华联足奇怪，华联就是条工拢会找咱台湾民政府，结果伊就拢哦，把咱的白牌啊，因为安排是美国军政府，伊唔敢顶动，伊就找咱嘛，甲咱白牌北走。我北走诶，咱就因为北走就变强迄个强制罪啊，咱就啊各法院啊，第一审就即个赢啊，啊个要各位上诉，要各因的主管，尾啊伊安尼特惊地，我驶去桃华联遐算，伊拢唔敢对我安怎。啊，不讲阮之前，阮逐工找这下麻烦，即摆已经唔敢。我安尼台湾民众调工设伫即个阮政府的警察的对面，哦，啊，有啊，过啊，过赢啊，即摆一线过过了，要过第二线，要过因主管啊。啊，因迄个罚单，因拢啊家己处理，所以因对安尼风声处理，因拢唔敢处理啊，拢唔敢找咱的。麻烦啦，迄主催麻烦，
阿家也拄着哦，你讲叫恁主管过来，迄讲迄家你无代志，也无你家己惹麻烦，你也甲警察安尼讲。你啊，咱讲调岗失职，哦，你们政府诶警察兵啊，像安尼讲咱诈骗集团，哪有可能？我搁调岗找警察，或者伊白白已经去掉调岗啊，去掉赛驾嘛是拢无安怎？我问你啊，欢迎美军亲自来占领啊，消灭中国流氓政权，这也无插美国旗，写安尼了咪得？警察来取缔啊！啊，你也看到什么本土派，还是建国大都，伊敢写这句话？唔敢啦，只有敢咱敢，因为咱是美国承认的一个诶政府啦。这是伊的责任，责任。我迄阵因说啦，因先计时阵就请警察哦来维持交通，我们差美国今年警察拢来遮哦维持交通。哦，警察嘛过来，啊，佮有医周刊，哦，佮来遮报，哦，啊，佮甚至来派刑警维持遮个安全。我、即个是迄个高雄个副首长咧佮伊宣传。啊，另外即是侵略个吼，尾啊，伊已经知影咱台湾民政府啊，另外就讲哦，咱伊就加起咱台湾民即马台中个元首。哦，讲咱已经大汉，咱已经过赢美国啊！哦，恁大家影响拢已经知影啦。啊，我这去台中记网友，我拢伫 FB 咧宣传啊，有人认同哦，我就去找因。啊，去停车场看警察车边啊，吊钢停的车，哎呦，吊钢放安尼。哦，啊 ，FB 大家记安七十几个，平时拢讲十外个，真有这片跑出七十几个。啊？什么呀？你要挂红牌冲啥？警察说：“那要挂红牌，那是咱爱挂红牌啦。”警察说：“挂红牌怎个？”哦，咱即马，咱即马一千地已经发行了啊！即马群秀，即马有够三千地啊！每一个群秀有咱从。六十地吼，恁得向郡守来登记哦，你来申请。那上高级官初级办了，就按申请啊，啊一地六千块，哦六千，哎呦，啊伊会发这个车牌甲驾照，哦你要摕驾照，伊就做一个驾照给你，哎呦，哎，啊你哦啊经叫人来申请，哦身份证吼。啊！从阮日后会使进来去宣传的，阮就去个也宣传的。好，今仔日广告遮，哦，多谢大家。